我已经好久不在你们家吃饭了，我在家做梦时候我都能梦见我吃你做的饭了。知道。你跟你如果要来这么久了。真的吗？浩浩有好几天都没有来我们家吃饭了，是他想吃排骨，今天做一个东北的菜系，排骨豆豆角。先把排骨焯一下水，去去三件套，葱姜料酒。今天排骨豆豆角用的是这种豆角，你们也可以用其他的豆角代替。我们打了捞出来，再用冷水洗下一遍。锅里面倒油，先把豆角煸炒一下，把豆角炒出翠绿的颜色。这种炒是为了让豆角炖起来的话更加入味，而且更容易炖烂。炒好以后把这个倒出来，锅里面再倒油炒排骨，然后把葱姜蒜下进来，再把干辣椒、八角、花椒下进来。这开大火把这个炒香，调味来老抽、生抽、蚝油，把这白炒上色。水分炒干以后，加开水。开水倒的没过排骨，盖上锅盖，先用大火炖上20分钟，后面再转小火炖上20分钟。这个时候再准备点洋芋，洋芋切成大一点的块儿。肉都出来，这下就能下洋芋和豆角了。再炖上10分钟，来。查好今天做这个排骨豆豆角咋个？这口口合适，量也口口啊。我个儿出来。今天给你舀的米饭少能行吧？能行。洋芋炖米了。可辣了。在那排骨炖香了。你这光吃排骨吗？这豆角也不美了。你给我尝尝。你不爱吃豆角，所以我还顺便吃肉。小时候关节不好，把豆角吃够了是吧？哎呦，我豆角吃的酥酥的，原来豆角不是才2颗？就院子里了，玉米地种些豆角，几乎天天豆角，豆豆豆角。我给买了这回豆角大包，挣2-3包。拿出卖吗？后来慢慢吃，原来人都自己种的，谁卖？我还觉得挺好吃的，我一直都挺爱吃豆角的。姐姐，我已经好久不在你们家吃饭了，我在家做梦时候我都能梦见，我吃你做的饭了。知道。你跟你如果要来的这么久了。真的吗？那你这天干什么了？我在家里我咳嗽了，我在家里待着来的，怕给你说不给你传染上，是不是啊？你再想吃你就来嘛，不怕。你看你这头发乱的又长。我不喜欢短头发。后后小孙留你回短头发可能好了，就嫌太丑了。头可乱，发型不能乱。乱啥乱？你在这儿完全上，
你就跟我留跟我一样这么长长的，你留个短发。啊、嗯、啊、嗯，愿意的，离了啊。不愿意，我把你腰给你。咦，放不下，你在这吃下去了。你看上去了。啊，你抓中医，有有点笨。啊。姐夫。我们都吃差不多了，你赶紧把肉吃完吃。啊，那行，肉也多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不要吃，吃完我腰里痛了。嗯。